们切的呢四为五，振动时间长一点，0.5，然后就去感受它这个振动力大小，然后呢，松掉螺丝，找一个它最大的位置，慢慢的带紧，慢慢的带紧。往里面拖，固定好位置以后继续锁紧，然后拉木轮相对应的也要出来，我觉得应该可以。